弟弟非常坚持的要玩没有五星的机台，这台没有五星，只有二星跟三星，他还是坚持要玩。弟弟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玩？为什么你一定要玩？哦。三个大草哎，结果都是一二星的。你真的是，你看左边人家要打五星，打得好开心哦。大声呼喊！左边有奈克洛兹嘛，投出了精灵球。弟弟，你看，这个你也要玩，被打败。你派出了什么？好，拿这个好了，我看待会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三星的。没有三星的。林甲龙。钻角吸兽。左边。哇、哦、大土哎、欸、大土。左边是大土黑龙。弟弟，你这边是大土二星。来看一下，左边有机会爆哦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你这个是天空形态的谢敏哎。种子闪光帅哦、欸、奇怪为什么草系的打火系的是可以有那种击中要害啊，哇不错，你按到了叉叉，你还遇到了黑裂空哎、欸、姐走遍黑裂空，不怕，好，弟弟，我祝福你投出大师球。哇哦，是超级球。哇，弟弟，你都抓到了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，弟弟？然后你不要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有气息，又是一星或二星吧。你看，怎么看都是一星或二星，最多就三星。哎、欸，有四星啊！哦，好好好，对不起你，有四星，有四星。可是你就算打到他，你也不会想要啊。我会想要，我要那个会有会有。你看左边要挑战黑色裂空座了。你看你挑战的是四星而已，人家是五星哦。
最后一场就那么动了。弟弟，你待会要拍谁啊？送。大土裂空座。哇，被秒杀了，谢米被秒杀了，挂了。好，弟弟看一下左边有没有机会草喷。来看好了，左边，左边有大颗的石头。好好好好，你好多谢米啊。有两只而已。你怎么打那么辛苦？你是不是属性用错了？好。按照叉叉，啊、哦，没有，只有十而已，没有叉叉。好可爱哦，谢米好可爱。哇，快赢了，弟，你好厉害哦。但是我觉得你，就算投到虎弟，你也没有钱把它拿下来，因为身上一块钱都没有。我有十块，只要放黄金钱就可以换。谢米快挂了。有客席嗝屁了，好，你为什么你要快投啊？还是搞不懂？弟弟，你得到精灵球之力了，真的得到精灵球了，爆了，爆了！好，弟弟，结束了，卡片记得拿哦。就这一场弟弟非常坚持要打没有五星，没有五星宝可梦机台的回忆。哇，这哪算回忆啊？算啊，13000多分，一只鬼是通。看下左边好了，左边有没有机会抓黑裂空？挂了。